作为压轴前重量级大咖，歌手吴青峰最新专辑作品高水准演出，半小时堪称演唱会级的制作，让台东跨年超有看头。短版针织毛衣，秀出火辣腰身，超紧黑皮裤，展现十足好身材。Karen CC 台东跨年演出晚间11点登台，掀起高潮。不愧是入围金曲歌后的架势，现场与媒体演出更长达20分钟，表现却丝毫不受影响，观众更回报最大热情。还有空灵系女生黄建伟，继去年春天发行专辑后，冬季最新单曲《Little Presents》也一并在年末献上暖暖祝福。全场除了周汤豪、Billy、卢广仲、MC Hotdog 等大咖开唱，含金量极高，转播运镜、收音更获得大票赞赏。PTT 网友刷一排，台东这阵容难道是挖到矿了吗？大赞实在是全台最强，可谓唱将级歌手云集。更有人提到，能在台东家乡听到来自原住民的好歌喉，格外动容。估计多达50000人挤到现场狂欢。当然，主持人的穿针引线功不可没。有没有人是来看陈汉典的？告诉大家，我们一定要还是要有一个相同的默契。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东是最嗨的。搭档主持人咖啡唐贤玲，活动到尾声时，陈汉典嗓子几乎都喊哑了，外界直呼太有诚意，高规格晚会惊艳众人。 TVB 新闻黄立成、向木君台东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